现在已经是写字小专家，你接下来要写一个比这个更好看的，可以吗？字小专家准备写，写字小专家准备写一个比这个更好看的字啦，我们开始了。诗案善，很好，这个头写的起笔非常好，继续。按什么？保持距离，距离可以。诗安神，摸鹅，要是什么声？对，好，继续。好像写的越来越得心应手了，是什么叫得心应手？就是越来越熟练了。好，继续。我再放平了。声调，声调，记得写声调。怎么写？声调。好，可以继续，继续。声调哦。好。吸管，吸吸歌乌安，对吧？好，写吧。可以，请注意，对，妈妈这次一说请注意你就想起来最后一列了，最后一列，这叫什么？这什么？第二他是谁？的爱的爱袋袋鼠。好，袋鼠是哪有袋鼠？好，写吧，我们昨天有念到那本书上有袋鼠，第四课待会要念的，刚才有没有袋鼠？好，你读写完我们来那个小能手又要开始写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两组袋鼠。好，写的小专家，我们还有哪个？一二三四五，还有五排。好，继续。写字小专家，写字小专家，写字小专家。好，写的小。拜拜。